用最短的时间、最敏捷的思维去估算、去确定对面的手牌概率以及是否能够击杀的目标。我也希望我们会越来越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和我的队友都会竭尽全力打好每一场比赛，胜负不重要，我们重要的是我们经历了，我们收获了。谢谢大家。本期的巨神时刻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每周二到周五晚7:30，周六周日晚6点，请您准时锁定三国杀王者之战官方频道。我们的赛事将在战旗、斗鱼、虎牙三线直播，直播期间还会有更多好礼相送，记得前去观看哦。拜拜。各位春秋荣耀，各位观众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18 SL 春季赛的比赛直播，我是解说红甲。我是解说迪迪。本赛事由优卡桌游主办，感谢百度贴吧、安德斯特电竞椅、都鹏对本赛事大力支持。永动机的魏国、暴力流的蜀国、灼烧体的吴国和无尽折磨的群雄，一起为主公荡平这乱世。十年三国杀首款动作卡牌《三国杀名将传》iOS 版已经正式上线，大家扫一下中间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下载游戏了。嗯，预祝各位主公早日拿到心仪的红将。嗯。这款游戏反正上线已经几天了，然后呢每天给大家都聊一聊啊，但目前为止呢还是没有收到有人给我送来苹果的手机，所以我也没有能够自己去下一下玩一玩啊。但是这种类型的游戏其实它就特别有意思，因为你每天就爱不释手的去，觉得我还是能回忆起当初就是测试那段时间的一个状态啊，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哎挺有意思，莫名其妙觉得可以往前去多打一关啊，多打两关啊，等等等等。而且它关键是有一个这个就是排行榜或者什么东西去，对啊，我感觉这个游戏跟着你，这个游戏因为它本来就伤害高，而且血量也高，然后就会感觉会一直追求那个伤害，对对对，然后所以会一直玩下去，然后想长战力啊之类的。对，你说好多个层面可以去调整它，嗯，对吧？就是这个武将本身的升级啊，然后，嗯，装备啊，包括一些什么装备的升级啊，反正很复杂，啊，它就是挺多的一个体系，嗯，啊，其实有点像那种 RPG 游戏，就是记得我们，嗯，比如小时候玩这个《仙剑奇侠传》的时候，对吧？那种对战类型的嘛。对对对啊，你也是说啊，这个对吧？这个刀换上去啊，刀换下来啊，嗯，怎么样啊？我还记得第一次玩的时候，林月如，然后就死了吧，等于，对吧？嗯，在这个，嗯，就是那个塔那块啊，林月如最后死了，又给我伤心的呀，对吧？刚给他换上一把好刀，死了，那把刀好几千块钱呢，真的要了亲命了啊！哦，对，啊，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嗯，对啊，现在就比较聪明，就把刀先换下来，然后再让他打最后一仗。对，反正打出打赢都是死吧，嗯，对不对？嗯，啊，但是一样了，就是这个游戏也一样，你就换各种各样的装备啊、武器啊，对吧？然后包括就是它有这种加成啊。嗯，对，就是比如说俩人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他就会有一些特殊的东西会触发。对，他也是要就是组建阵容来选择，嗯，到底是打哪种类型的一个，对对对，是攻还是守。哦，是的，那看到底是攻还是守。嗯，我们看今天的这个比赛啊， GK 对 GEC 啊，嗯，第一场比赛已经准备开始。嗯， GK 跟 GEC， 嗯，他们之前GC 的总分是6分，然后 GK 的总分是4分。嗯，所以 GK 还是稍微比 GC 感觉差一点点。嗯，但是 GC 这里他的统帅项目没有 GK 强，也就差了一个胜场。对， GC 之前统帅项目总分是9分，然后 GK 是10分。嗯，这两个队来说呢，GC 还有往上努力的去挠翅挠翅的机会和可能性，好吧？虽然很难啊，就是往上去拼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 GC 依然有这种机会去往上冲。 GK 的话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 GK 你即使2连胜到10分，你可能也冲不过前四名，你也冲不进前四强了。嗯嗯，然后 GC 的话如果2连胜到12分还是有机会能够挤进前四，嗯，啊，但是挤进前二这件事情可能也非常的遥远啊。嗯，也非常的遥远，还是挺难的。 是的，因为GC， 你看 GC 他打完这一场之后，下一场是跟幽灵打，幽灵是现在的一个第三的位置。是的。然后 GK 他们下一场是跟 Casper 打。没错啊，有观众说摄像头放反了，你不一定是摄像头反了，也有可能是这个 OB 画面反了啊。嗯，但没关系，我们待会儿最终肯定是会把它解决掉。一会儿开打的时候就会调整过来的，对对对，大家就看着舒服了。
没错没错啊，因为现在GC 这边是一个暖色嘛，对吧？我们看一下暖色这边的选将啊，暖色这边守了法正，就是这个局面来说的话呢，这样的就是强度不是很高的那种感觉啊，没有特别核心的将，因为一般一抓的将的话，糜竺啊、钟繇啊、曹仁啊，包括有国家比较优势局郭嘉呀等等，这边一抓只能抓一个法正啊，但是法正也是核心一个比较好的暖将，放在暖边的话也还算不错，而且呢这个法正主要在统帅里面，法正是明着拿队友的牌，对的啊，相对于其他项目来说，这个法正已经是要被加强一些啊，然后这里如果他上灵统的话，配合灵统去限制对面的手牌，其实也是不错的，嗯，对。就或者甚至说这个法正是少数几个在统帅里面实力有一点提升的武将，嗯啊，对的，对，剩下的话可能比如诸葛瑾在统帅里面，因为是就是标准的统帅诸葛瑾，嗯，所以可能改判这个能力会稍微的好一点点，对吧？你就不好说，你说你不能改敌人这件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也不好说啊，并不好说这个，反正他们没有改判的武将，嗯，对吧？是的，是的。看一下果然这边是上了一个法正加灵统的组合，然后中间做了一个王毅，相对于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钝，嗯，对的。然后法统呢，在暖色来说的话，比较仰赖于说灵统第一波最好有点东西啊，然后灵统这点最好别被打爆，对。冷色这边，其实对于对位来说的话是不太理想的，因为曹仁如果能对上灵统会更开心一些，嗯啊，因为从输出来讲，韩当是不太管距离这个事情，说我基本上谁都能打到，然后如果曹仁能对上的话，四连秒你灵统啊，这个应该是一个核心的战术思路，嗯，然后离点回合结束并没能对灵统造成任何的压制，对的，就看灵统这边，就除了那张过河拆桥，然后其他的没有了。那个不算了，不能说跟没有一样，好吧？那个是一点东西，但是呢，影响还是比较小。这边应该是先把，先通过王毅和曹仁啊，把王毅打醒，顺便把曹仁给，哎，这边抓了一个麒麟弓，麟弓你看非常好了，对，能够限制一下一会儿。哎，那现在问题来了，你如果有麒麟弓的话，待会儿如果想让法正把麒麟弓拽走，那咱们打曹仁好还是打韩当好呢？这一刀为什么是杀向了这个曹仁？他想给曹仁一个出闪的机会，就很明显，因为你打王毅百分百命中，打曹仁的区别就是你想给曹仁一个出闪的机会，对，然后去拆他们比较关键性的牌，对，我觉得这样。对，这个思路还是太明显了，对，这个思路还是比较有趣啊，这个思路还是比较有趣的，对。然后看法正这边是不是要把两个装备直接都拆掉，直接都拿走吧，我们说不要拆掉了，直接拆装备，然后这样的话呢非常强势的去限制对方第一波的这个输出啊，嗯，啊，只拿走了加一码，然后旋风选择了这个旋风韩当，哇，但是拆到两个桃子还是不错的，非常准确的拆俩桃，对，这个手不错，是的，反正拿加一码可能手上有借刀啊什么之类的，可能能把这个刀给拿走，嗯，对的，是吧？因为他拿两个好像也是，嗯，他是按次算是吧，这个旋风，嗯，就跟香香的那个其实有点像，对，嗯，但好像香香那个应该是按个算，然后他这个灵统的旋风可能是按次算，嗯，继续打曹仁，现在还能继续保证说灵统跟法正两个点都能对曹仁进行输出，但是我刚才没有明白为什么灵统会去选择拆韩当，可能是觉得韩当这个点在自己没有加一码保护的情况下会比较危险一点，但是如果看穿了你韩当手里有两套，我一定要拆到他，对，但刚才如果拆了曹仁的话呢，这个九杀的命中会更好一些啊，会更好一些，好，现在曹仁的回合血量已经非常低了，血量低的情况下看还敢不敢去发回馈，哦，还是敢发回馈，嗯，那这边是自己喝酒还是自己吃桃，自己吃桃还打得蛮拼的，确实，嗯，是的，那灵统这边是掉了一血，所以判断结果就叫灵统手里有一张依然是有一张闪的，嗯，这边过河拆桥，嗯，拆掉灵统手里的 闪有没有杀，有的，对，杀一刀灵统掉血，嗯，曹仁回合结束，现在是这样，就是韩当如果选择去发解凡的话，因为灵统谁都够得着，所以灵统可以就把刀扔掉，而灵统如果扔刀的话呢，又会产生一个旋风的效果啊，
但是至少说剧本还是在按照冷色方，然后直接去秒四连秒零桶，对，肯定是秒零桶这个思路去打，对对对啊，就是还是按照这个剧本在上演。对，这边拿白银狮子攻击下掉零桶的另一张闪，剩下只有一张手牌了，所以这个零桶其实并不安全啊。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话题，零桶的手牌曹仁是知道的，那对九杀零桶应该是要秋桃了，那直接打到秋桃死了、没有吗？哎呦，这个灵桶没等四连啊，这个灵桶没等四连啊。暖色方其实在牌运上是有点差的，因为冷色方出了特别多的桃子，而暖色就一个桃都没有。所以这个问题又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啊，就是说，对于暖色来说，开始看着很虎的一波操作，现在没有了。如果能行的话呢，秒曹仁可能还有接着打的机会。但是冷色方第一是还有自己的四连在，第二是冷色方这边解凡好像还没有发过，对吧？解凡还没发呢。嗯，但是好消息是说暖色方现在剩的这两个武将，不论是法正还是王毅，都相对的，都相对的还结实一些、啊，相对结实一些。对，看一下选择直接去打法正。对，有观众提到说暖法桶就是垃圾啊，其实就是确实强度上来说，如果你跟冷法桶比的话，是会差一点，因为四连和二连的这个效果 对吧，肯定会差一点啊、还是有一点点那个什么的。所以其实呢就是我觉得灵桶这边在操作上也略微的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小猫钓鱼的那种感觉对吧，就是曹仁也碰一碰，然后韩当也碰一碰，但是呢你碰了半天曹仁打了你两点输出对吧，一张围困一点输出和杀一点输出，然后韩当你碰了碰，韩当也打你两点输出，你吃俩桃并不影响韩当把你去击杀掉，对的，并不影响这件事情，对，所以其实就是两边你都打了打，其实并没有把哪一边真正限制住啊，完全的去限制住，当然也很难说完全限制住，因为曹仁的围困只要你手里有闪的话，他其实就是无限距离了，你有没有加一他也照样打你，韩当这边呢压根也不知道说这个打不着是什么意思啊，并不懂对发动技能就能打够着你了，对对对啊，对，哎，漂亮，这个石头同学终于已经弄明白怎么禁言了，真好啊，他说终于学会了这个禁言，哎，太棒了行行行，那到时候那个今天晚上如果自己开个人直播的话，你可以过来教教我，如果我不会的话啊，我觉得我应该不会的对吧，并不是人都是你还能学会怎么禁言你昨天是也播了吧，播了吗？昨天播了一会儿，然后不行，就是太累了，伤心、心累，对，我气着了，打双排，哎，我不要往事不想重提，好，对，往事不想重提，对，不提了，对，就是我老这么说，我说我队友但凡能有阿甘的智商，对吧？阿甘的智商大概70吧，我就能平衡天下。阿甘那样就行了吗？阿甘那样就行了，但是队友并没有阿甘那样的智商啊。对，当然了，他之前一天心更累。然后就我们队友已经被喷得体无完肤啊，对，但我能理解，就是有时候觉得队友会比现在就是状态会差一些嘛，但确实问题比较严重啊，那天打的确实问题比较严重，就不看弹幕就好了，我倒无所谓啊，对，队友不看弹幕就好了嘛，对，队友应该看着弹幕的，因为那个队友是看我这儿张了半天没人来，然后才这个毛遂自荐说要不我帮你打，我陪你打吧，说好好好啊，然后来了之后真非常惨，非常非常惨啊。对，这边法正王毅，因为两个人之间还有一点点的配合，所以呢，二打二其实不落下风，对吧？对对，应该是说不落下风啊，反倒是李典、韩当两个人，李典、韩当现在不怎么好去处理，对的，各种招数都已经教过了，所以呢，就是灵桶，你说拆掉韩当俩桃，对吧？对保护自己的生命没有帮助，但是对于整个团队来说还是有贡献，因为你俩桃如果没有拆掉的话，曹仁没有那么快死，曹仁只有快死掉，因为如果曹仁还能再苟活一两轮的话，那这个局面对于暖色方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因为曹仁每回合的排差是非常巨大的，对吧？现在呢，哎，反倒就变成了只有我方有排差啊，王毅现在作为一个王毅主，四血王毅掉两血，哎呀，舒服的不得了，对吧？每回合两张牌给过去，一张牌回过来，有点像谁？有点像布置啊，这跟法正的配合有点像布置，但是有一点点像啊，当然比布置要再差不少啊，但是防御比布置好啊，对吗？那当然了，布置是没有回合外防御的，对对对啊，对，那这样打下去的话，只能让李典强推王毅了。对，现在这个对于冷色方来说啊，
就是我其实觉得，首先网易在上一个回合的操作上，尽量其实不要把韩当打成一血啊，尽量不要打成一血，不然就冷主收边了，对吧？因为你就等于你把他。不要把人逼到太急的份儿上，对吧？我们都是什么叫哎，这个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逼着他说，我现在不管别的，我现在就是南蛮入侵收韩当，然后跟你拼了。你其实并不喜欢这个方向啊。你如果能啊，你如果能接受更慢一点点的打的话，对不对？更慢一点点，其实可能，你的风险更小啊，你的风险更小。对你现在如果是一个两血韩当，你离点需要拿决斗和杀去收韩当，他觉得。哎，这是有弩对吧？心理压力会大一些啊，心理压力会大一些，对。李典那边装扇子就没有，对，因为我想着就是李典可能要去用那个杀兽韩当，然后决斗去动完一个血线。他判断是这样，就是说我他没有之后的输出了。对，如果我决斗打了你王毅血线了，嗯，对吧？你王毅变成一血了，但是我确实没有自信能够。击杀、嗯、那这样的话你王毅反而变成三张牌也不一定是个好事情啊，也不一定是个好事情。那样的话其实刚才那一刀是不杀的、嗯、就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对，他其实对于李典说我出一张杀然后骗掉你一张闪，这个动作是 OK 的、嗯、是开心的动作、嗯、啊。对，这边呢法正是骗着你李典出一张杀，然后我去真裂掉你的加一码，之后一个桃园结义要给王毅回血，但是被李典给挡住了、嗯、对啊，被李典挡住了，这点还挺关键的。对，所以现在王毅确确实实不管怎么样，王毅现在总之是掉到一血啊，现在回到两血，就是两血的王毅其实是一个挺稳的存在、那就没法玩了感觉。对，这里是下零点手牌，那你也别想有爆发，果然是有联盟啊，果然是、哦、还是藏着了，还是藏杀太少、啊、还是藏招了，但是没有成功啊，还是没有成功。对，他可能是这样希望，就是比如我第一张杀，然后如果你真裂我的话，下我一张别的牌，然后我挂弩去推掉、嗯、啊，可能有这样的方向的想法。哎，这个，嗯，冰过了，冰过了啊！因为我看你寻寻的这个情况，发现好像冰过了，对，嗯，再往后你想推掉我们，推掉王毅千难万难，现在只有李典挨打的份儿了。是的，这边是杀过牌，啊，顺手牵羊，拿掉一张这个新的牌，嗯，王毅主要为什么不交寒冰剑，就是觉得交了寒冰剑之后，我这张顺就糟践了、嗯、啊。打的也是有一点小贪心的啊，一点小贪心。 对，但是想象着说你一张牌的离点应该是掀不起什么大的波澜，而对于选手来说可能随时都会摇起小白旗，然后可能要考虑投降这一局啊。这现在真的很难很难了、嗯、是的。对， GC 和 GK 两个俱乐部呢，如果从整体的这种想法来说的话，其实感觉 GC 还应该更强一些，但是从成绩上来看确实GK 在好还好一点啊。然后五轮比赛五轮比赛呢双方的成绩其实比较接近啊、嗯、GK 是一胜三平一负， GC 是一胜两平两负啊，双方只差哎切两个画面我在看你的特别认真的弄那个、啊、这个是什么时候切两个画面的、啊、就刚才那个已经打完了嘛、啊、是吧，啊，我这还在倒腾这个给迪迪的水喝啊，然后顺便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手头的一些资料啊。嗯，对，所以就是双方整体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但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 GC 这边呢是第一轮输了，然后平胜，嗯，又输了，对啊，然后可能在这平胜啊，然后 GK 呢、嗯、是第一轮就赢了，对，然后平输、嗯、啊，所以他们是一个这个下跌的趋势，对对对对啊，一个下跌的趋势、嗯、对啊。然后 GC 呢就像有一个有点往上升的那种感觉，嗯，但上一周又失利了，对对对、嗯、不过还是恭喜 GC 在第一局比赛中获得了胜利，获得胜利一比零暂时领先、嗯、没错没错啊，就是看双方第二局吧，反正 GC 这边还是可以继续努力啊、嗯、还是可以继续努力的。对，好的，虽然这个里面是GC 统帅的胜率之前说了比 GK 差一点点嘛， 嗯不过双方应该不会差太多，之前就是一分的差距。是的，然后迪迪身上这件衣服已经没得卖了，对、嗯、就是我们单卖是不卖的，他得跟迪迪手上这个戒指打包，然后打包价呢是19800
你这个戒指不会高过这个价格吧？都是亏了，这个戒指都是3万多买的。没有没有没有啊，我估计是没有啊，因为这个戒指看着像是铁镀铜，对吧？这个铁镀铜是什么鬼？就看着不像是白金的，反正不是白金的，银的，不锈钢的啊，银的。嗯，哦，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不太适合戴银的东西。为什么会变黑吗？对对对，好像好像是有体内有毒素会这样。是吗？对，反正反正我觉得银的好不，不是我戴银东西不是不是变黑，找丢。哦，对，所以你看现在我戴的项链都是不锈钢的，好三流，纯304不锈钢。嗯，啊，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就不会丢吗？我觉得其实不锈钢的饰品挺好的呀，我觉得就真觉得挺好的。戴银是挺好的，它能看出你身体的状况，是吧？对啊，如果你看到你的银发黑了，就可能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了。真的？哎呀，你有没有听过关老师银针试毒的故事？没有。他干嘛？他真试毒啊？你没有听过吗？他真用银针试毒？你跟我解说，你跟我解说这么久，你没有听过关老师银针试毒的故事？哇，天哪！没有，没听你那个。啊、对对对啊，就是关老师是随身带着一根银针的，嗯啊，随身带一根银针。然后因为就听说说慈禧老太后、嗯、吃饭之前有小太监拿银针、啊对对对，那个要试一下，哎，试一下啊。它实际上就是重金属，重金属，然后会让这个银变黑、嗯、氧化还是怎么样？对对对对，主要是汞啊，主要是、嗯、哎是汞还是是什么？反正鹤顶红还是什么的，反正总之就是这样的东西啊。就试一下。对对对，它并不是能够把所有的毒素都试出来，但是呢，比如你砒霜什么的，嗯、砒霜好像就是啊，拿银针就能试出来。嗯，对。关老师也跟着学买一根银针啊，吃饭之前都试一下。那天吃早点，啪一试，拔出来，脸都绿了，黑了。啊、找老板，老板。你是黑店呀，谋财害命，你看我这个扎完之后黑了怎么办、嗯、你怎么赔我吧，啊，我跟你打官司。老板也急了，你干点什么不好，你能不能不这样，在我们小本生意，你要吃你就吃，不吃你就滚，你能不能不拿你那破银针扎我豆沙包，对吧？豆沙包是无辜的好不好、嗯嗯、哎，豆沙包有意思，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豆沙包。嗯，对，关于老师总是爱挑事儿呢。对对对、嗯、啊，对啊，人都说缺心眼是有限度的，但这句话在关于老师上看不到，因为它是无限的、嗯、无限的。对，这边是法正王姬诸葛瑾啊，冷色方。然后王姬诸葛瑾之间是有比较啊不可言语的这种配合，但是这种配合在啊这个啊特别凶残的曹仁和黄忠面前不一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的，对，看一下王姬能不能熬过第一轮吧。是的，现在好消息是说黄忠自己没掉血，所以一个三血黄忠，打谁都不一定特别凶残啊，所以有一套打法叫做直接黄忠打法正，然后要不然你就刚我，你刚我一试试，对吧？哦，就是我打你两血，你刚我两血没问题，咱们两血对两血，下回我还大嘴巴抽你啊。但是这套方案呢，放在这个放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可能不太好打啊，因为你暖色方不太像是要真正奔冷主的一个姿态啊，不像是奔冷主的一个姿态。现在是去奔王姬去的。对对，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南蛮入侵也可以考虑先放，对吧？因为如果你先放南蛮入侵的话，王姬比我就法正比如掉血了啊，他也不能去恩怨你。现在如果法正万一掉血了，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恩怨啊。当然不恩怨也是不恩怨好一些啊。但不管怎么样，你对王姬这边的单点的一个输出已经造成了啊。对的，这个输出曹仁如果发动尾馈一下，然后如果能出两次杀的话，还是不错的。是的啊，就是至少目前来说啊，我们觉得黄忠完成任务完成的还是。不太符合王忠既有的那种身份，对吧？哎，这里不发动尾馈，直接开打了。因为南蛮入侵的时候，看他是出杀了，所以觉得把杀再逼一逼啊，或者是曹仁手中，比如还有啊，哎呦，差一点砸脚、啊，对。但是这个尾馈也发不了了，至少就是对王姬发不了了、嗯。而且呢，你曹仁现在如果没有杀，是一件。很亏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杀应该对，因为如果你刚才先委馈王姬，现在求桃了，嗯，我这边是直接拆掉朱姬，你让闪什么鬼？嗯，是杀他出闪了。哦，是杀他出闪了啊、哦！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委馈看到闪了吗？啊，果然是曹仁有两张决斗啊！果然是曹仁有两张决斗、嗯，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刚才觉得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他先给拿去清第一张嘛，对。嗯对，但还是这个，还是我们说的这个逻辑。如果曹仁先委馈王姬，就打得更规整一些，对吧？嗯、我觉得直接先委馈王姬，相对来说是更
传统的打法，对对对，那、啊、不那么贪的情况，刚才我都觉得就是曹仁为什么啊不那么贪的情况的话，那么王姬至少就死了，要求俩桃，对，求俩桃，对，要啊，就是你机会会大的多得多啊，对，但确实曹仁有浪的资本，对吗？嗯，因为谁知道王姬有四张杀，南荣军出了一个，现在还有仨，对，对吧？我手里三张杀，俩决斗打你，我还用跟你什么看你左看你右？对吧，又切克闹什么，就谁理你那个，没想到真的还手，哎呀真的还手，幸亏没掉血，这要是自己掉了血的话就更凶了，就更惨啊，这个完全没有地方说理啊，完全没有地方去说理，谁知道能起手四张杀呀，太假了，嗯，对，不过还是应该照着最稳健的打法去打，不应该打这么浪，对对对，对，这个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这个动作吧不太容易表述成贪，比较容易表述成浪，啊，贪的本质叫做我知道这种危害，但是我觉得想赌一把。这个呢是完全觉得不会有那种是天下岂有此等巧合之事啊！我一张决斗三张杀，你还能还手不成？真还手，当然还手，真还手啊！对，就自己不行的时候，当然要还手了。而且我出杀的话，也把你的杀逼出来，可能你一会儿不能杀我了。对对对啊，这个，想当初我不知道大家讲过没有啊，我是曾经作为一个啊一血孙策，然后在回合外直接击杀了一个五血曹操主的，对吧，嗯，啊，他跟你决斗吗？没有牌的孙策什么都没有，嗯，曹操决斗那个，然后你发动激昂，哎，激昂，嗯，还手掉血，奸雄收回决斗，决斗激昂还手掉血，奸雄收回决斗，五张决斗死了，曹操死了，这真事儿，嗯，真正的事情，这个好玩啊，嗯，真正的事情，对对，然后使曹操的就是当时我们部门的，当时我们这个中心的营销中心的负责人王瑞杰老师啊，我们这个啊爱称为王，外称他王胖子，对，嗯，弄死他之后我两个月没回北京，就在外边漂泊啊，漂泊，对啊，漂泊，对吧，嗯，啊，对，太逗了，从广东打电话，哎，我订后天机票回北京，不要回北京啊，上海还有点裁判，你去过那转一转，就不让你一起回去了，对 对, 对, 啊，对, 对，不愧是那个应证钱钟书老师说的大胖子都是小心眼儿啊，对吧，嗯，就一直记着呢，啊，对呀，啊，他记仇你受得了吗，这仇我记下吧，对对对，那有观众说曹操脑子进水了，你再想象一下，你一个五血主曹操手里有一张决斗，然后面对一个一血零牌反贼孙策，你告诉你不决斗他，你相信五把，你相信五次他都能摸到杀，你知道一张牌摸一张杀的几率有多小吗，朋友，一张牌摸一张杀的几率只有28.2%，那五个东西就是28.2%乘以五，对吧，的五次方，是这么算吧，就是四分之一的五次方，你算吧，反正极小概率，但就会发生啊，就连着了，就那么巧，有时候就是信仰这个东西你是阻挡不了的，对吧，对，就是那个男人嘛就很厉害了，嗯，对，那你说你那握着决斗看见一血没牌孙策你就不理他了，你不敢打他，那你是不是也太怂了，这件事情，嗯，对吧，你传出去让人笑话呀，啊，我们现在因为是无从判断冷色方刚才还有没有额外的桃去救王姬，嗯啊，但是呢现在至少看起来王姬的日子已经过得就是好过了许多啊，好过了许多，对，看看这边旗帜是要下扇子还是下手里的红牌，下手里的红牌了，啊，因为还是想让诸葛瑾跟着一起去打曹仁啊，咱们能不动黄忠就先别动黄忠啊，应该一直都不会动黄忠，嗯，就曹仁打完就打香香了嘛，是的，嗯，啊，这边继续给诸葛瑾补牌，因为诸葛瑾的牌一多呀，他相应的手里面的比如桃啊什么这种牌可能就会更多，然后呢你就更有忌惮，但是你不打又不行啊，这个王姬好像还没有出杀啊，因为他是对一直在用锦囊去过牌，对，我曹仁这张手牌，嗯，好的，杀向曹仁，然后继续就诸葛瑾现在有一个红的火扇子挂在外面啊，这边选择骑士自己了，哦，把滚刀给拿掉，选择骑士自己，因为现在已经骑士四，所以待会儿摸俩之后呢，也能留住牌，嗯，对，哇，还骑着一个八卦阵，好开心，嗯，对，这个八卦阵，这个八卦阵是真的开心，这个八卦阵非常非常开心，因为自己有诸葛瑾在，所以王姬这个点你想要真正说避免爆破千难万难，嗯，除非先去把八卦阵给处理掉，对，
这边孙尚香是杀一刀黄忠啊，杀黄忠主要的目的其实算是，就是给黄忠开一下这个尾馈啊，不是那个，练功吗？不是那个什么，就是曹仁回又开始打猫牌嘛，哦哦哦，对吧？立战，开一下立战，对，但是自己还是被木奈把桃给吃掉了。因为像双方现在就算排差来说的话，那冷侧方会更优。是的，当然一方面也是考虑说，待会儿比如王姬万一能吃到三血，我黄忠三血打三血也还行啊，也还行。黄忠的被饿住了，乐不思蜀，然后曹仁这边被乱寸断，是吧？什么叫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就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但是也添过了，对，曹仁的兵是添过了，但添过的兵的话，你现在这个面对这个王姬有点乏力啊，有点乏力。然后朱国玑这边红色的无懈，就排过多了就是这样了，对吧？排过多了就是这个样子。排过多了就要什么有什么嘛。对，嗯，无懈抗无懈都抗不过。嗯，这个曹仁怕是要凉了。又只有一张牌了，那这样就太尴尬了。对，这个曹仁就怕是要凉掉了。看一下冷色方的行动，这里是让王姬先动。嗯。自己的牌质量应该也不错。对的。哇，诸葛瑾这波摸牌还是很舒服的。嗯。像这样，就是王姬诸葛瑾的话，就相当于有两个爆发点了。对。嗯。因为王姬是自己爆发，然后诸葛瑾这个点是王姬给他一个助爆了，相当于。他主要是说能给诸葛瑾续非常多的牌出来。嗯。啊，对。然后牌多了，自然有他能用的地方。对对对，你会给人一种很恐怖的感觉。嗯，就看着牌多就有点慌。没错。还有古风灯，有张圣手，嗯，有铁锁。我这边选择拿了铁锁连环，嗯，那就让诸葛瑾去拿一个伸手了。对，应该是，就是铁锁连环的感觉的话呢，应该是说，就是诸葛瑾这边的火扇子，对吧？嗯，可能要发挥一些功效。对的。啊，但是他们一定会把闪留给曹仁，所以呢，是不是代表着曹仁这边，就是冷色这边还有无懈可击，对吧？你看诸葛瑾一张无懈可击去把这张闪摁掉，啊，所以待会儿呢。哦，比如我连上曹仁跟孙尚香，然后由诸葛瑾的一发九火杀来完成最后的输出，嗯，啊。这个局面啊，这个局面不能说没有给 GK 机会，好吧？我觉得 GK 是 GK 在最开始的时候损失掉了最好的机会。对，这个是自己的一个。排风导致的，或者是当时那个时候的决定导致的，对对，被决斗抽昏了。其实有一点骄傲了，嗯，其实有点骄傲了，说我这牌还打不死你吗？嗯，对吧？真的拖大，那，啊，这种情况就是拖大，嗯，啊。因为真正决斗到最后，他自己也没底了。嗯。一张九火杀，哎，嗯，曹仁这边是留了。闪掉了。留了闪去防九杀，嗯，防九杀的啊，这个点做的还是很好，嗯，对。但是还有一发万箭齐发，万箭齐发先放万箭，不先放的话，嗯，可能是说，比如法正这边没闪，嗯，或者说不想把黄忠血打掉，嗯，或者是说王姬这边的这个也没闪或者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整体思路是说，如果我能把曹仁打死，我就不张罗放这个万箭了，嗯。这个万箭就不必要放万箭去打啊。对，这个万箭还是属于一个说能不放就不放的不放的一个状态，嗯，也不想让黄忠掉血。是的，嗯，看一下其他的牌有没有什么能出的。哦，还有个南蛮入侵，嗯，对，这都是属于就是哎，能不放就不放，对对吧？对对对，就这种牌在手里也挺好的。对的。哎，黄忠开始出杀了，那黄忠手上的杀其实还蛮多的。嗯。而且这个曹仁，哇，哦，还能救回来，还有逃。对，你看王姬这边也掉血，嗯，乐，法正这边掉血，恩怨，诸葛瑾赶紧把手里边，我估计大概是给逃的概率多一些啊，因为诸葛瑾这边可能桃子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分散一下，嗯，他这边留一张，我还有一张南蛮入侵，还有一张南蛮入侵，这也太凶了，嗯。还有一张南蛮入侵，那我其实觉得这牌。
这牌这么凶的话，当时就可能不连，索性不连曹仁和孙尚香，直接连这个黄忠孙尚香，对吧？然后因为你捉紧两张顺往前扬嘛，对吧？所以打黄忠也很凶一些的。这边王姬也在求桃啊，但是肯定能救回来，不至于说王姬会炫进去。但是他可能要考虑这件事，就是如果待会儿黄忠行动一张杀直接杀王姬，要打王姬两血的话，给一个桃去救王姬还值不值得？因为法正刚才是没杀掉血了，自己估计还要再掉血。哦，也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法正刚才是那个就是掉血之后，然后恩怨朱金给杀，因为我还放第二番南蛮嘛，对吧？啊，这边是收了曹仁之后收到的一个新的无中生有，看起来换一换啊，一点冲动、嗯，对，那黄忠这边应该也是凉了。那黄忠这边也有闪啊，就是刚才杀哪边都其实并杀不掉，嗯、都杀不中。对，两刀黄忠收掉，收掉，还能再出两张杀，哎不对，还能再出一张，还能再出一张杀啊！但现在已经不能出杀了，边粮寸断，边粮寸断，嗯，对，基本上局面就稳下来了，已经稳了、嗯，基本上稳下来了。哦，天过，嗯。嗯，朱国锦这边手里可能还有个桃啊，但是因为觉得王姬这边不太稳，所以索性桃就留一下。对，然后呢，而且加上说，无论是王姬还是朱国锦，两个人都有八卦阵的保护啊。比如你现在真正杀王姬的话，啊，拆了王姬八卦阵，杀王姬、嗯、要拆了。看一下有几张杀吧。是的，一张杀。哎，朱国锦没桃了，朱国锦这边已经没有桃了。哎，朱国锦这么多牌居然没有桃子、啊、之前就王姬好像是出了两个桃的，嗯，这边是九杀一刀法正，但被法正闪开了、嗯、一张决斗法正，决斗也是法正还手啊、那就倒下了、嗯、没有什么希望了，最后就是垂死的一个垂死一个挣扎。 对，这局其实最核心还是最核心的失利还是在于、嗯、曹仁那个回合两张决斗和一张两张决斗三张杀以及违馈这三件事儿，你怎么去权衡、就是、违馈这个事情有时候还是应该要先发的，通常是先做的，对对对，通常是先做的，很少见到就是违馈去后行动，而且是你想要击杀那个人的时候，嗯，你怎么能就是放弃那一点输出呢？没错啊、嗯、通常来说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们跟大家再聊一下，就是导播把那个大图给我们吧，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觉得这二维码还是有点小啊，因为我们考虑到有些观众，现在很多观众是在拿手机去看我们的比赛啊，然后呢，哎，这个大图就特别好，对吧？我把这图变大了一点啊，对啊，然后大家现在如果是在拿手机或者 pad 或者其他的方式在啊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呢，那就可以截图，然后进行那个二维码的扫描。对对对、嗯、啊，因为你看东西的时候是不太方便的，所以现在可以直接截图、嗯、啊，直接截图就行了啊。我们这边可以躲进这个区域来啊，在这里边躲进去了啊，我们可以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反正你们不知道，对吧？对，反正我知道，我现在帮你们看着呢。对，我们现在比什么样的手势啊，然后做什么样的表情啊，对吧？你们都不会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太逗了啊、嗯！不会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对。啊，然后我们同时呢，每天我们也会抽出十个《三国杀名将传》的礼包。嗯，对的，啊、就是你要在名将传的游戏里面去领取啊、嗯，你肯定是不能在三国杀的这个，嗯、比如首杀呀，或者是 online 上面肯定是没用的。今天大麦在直播间问我，他说名将传的礼包是在首杀还是 online 兑换？我说《三国杀名将传》是一款新的游戏，它是一个 APP， 你到商店去下载就好了。嗯嗯。是的、啊、或者是说直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也是可以下载的，应该是直接在那个 Apple Store 然后搜三国杀名将传应该也行，对的、啊、对，但是就直接扫这个码也行、嗯、啊，然后直接如果你把码存了的话也行、嗯、好吧，对，然后呢因为考虑到这个发私信什么的比较麻烦，所以中奖观众呢可以这样，就中奖观众可以到王战的粉丝群来领奖，找王战粉丝群里面的一个管理员啊，叫奶妈，找他领奖就可以、嗯。我们的粉丝群号是30083484086，对的啊，30083484086，大家可以先记一下。先把这个直接加吧，我觉得。对，就是、这个是 QQ 群啊、对，这是一个王战粉丝的 QQ 群、嗯、啊，30083。喜欢看王战的粉丝应该都知道这个群了。对对对，而且这个群里面就是大神是非常多的。对的，啊、对，就是人巨多。对对对，基本上你认识的人都在里边了。对。
这个这样可能会加错吧。3008-34806啊，3008-34806，好吧，这是我们粉丝群号啊，3008-34806，就写第一个三的时候明显没有算好到底能写多大，然后写到后面的时候就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啊。对，3008-34806，王站的网上的粉丝群，大家如果要领奖的话，就是直接加群，然后私聊管理奶妈就可以了。对啊，然后有一个说又是一个坑钱的游戏啊，我觉得怎么说呢？这游戏肯定不花钱能玩，好吧？啊，就像很多游戏其实不花钱也能玩，就是不花钱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对对对，啊，就是想当年我玩《某时传说》的时候，啊，我也是零氪。对吧，零氪，然后盖我的卡也没问题啊，对吧，你就慢慢，对啊，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对，但如果你说，我追求说非常华丽的这个什么金卡呀，或者包括比如三国杀，你说追求华丽的皮肤啊等等这些，对吧，其实你像三国杀有很多这种银币的武将，银两的武将，对对对对，你其实也能够很轻松的获得，而且每个月要用那个银两去换的，对，而且你就是缺一两个武将三四个武将并不影响你真正的游戏体验，真的不影响的，因为很多武将都是被你关掉了，对吧？对，但是你说如果追求说，哎，我一定要有这种啊，所有武将都是华丽的这个升阶啊，最高阶，然后包括有动态皮肤啊，对吧？然后怎么怎么样，这都要有，但我就往一分钱不花，那我觉得这个方式的话，建议你去考虑一下，比如抢劫呀，对吧？啊，等等等等，对不对？啊，就比如说啊，其实这跟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哎，我们家离我2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菜市场，对不对？对，啊，这个。我想去那边买菜，那我如果走着去呢，一分钱不花，啊，我如果是比如对扫一辆这个自行车，那可能5毛钱1块钱，我如果坐公共汽车或者坐地铁可能2块钱，我如果打车的话可能10多块钱，啊，我如果这个叫专车可能20块钱，那我又不想花钱，但是我又想说有人能把我啊，非常温柔的把我送到那个地方去，那建议你呢，就是可以抢劫，对吧？对，不是，我在杭州的时候就学会了一招，就是直接叫那个菜市场的外卖，就可以了，他就会送到我门口。对对对，嗯，哦，对。哎，有这种操作吗？有，可以送那个水果生鲜的。哦，太好了，太好了啊！我们这边就是也能送，对，也能送。嗯啊，我记得之前就是能各种，就是，不喜欢出门吗？对对对，啊，就是滴滴叫外卖是吧？那个我要一个西红柿炒鸡蛋盖饭，然后请帮我上隔壁的小卖部买2桶油、3瓶大可乐和1袋米、1袋面。哎，真的有人这样做吗？我估计没有。嗯，对，好，我估计是没有。我知道有那个包买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可以一次让他们帮带这么多啊，就是或者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说那个啊，然后帮我上隔壁的小卖部买一瓶可乐，说我们家也有可乐，你家可乐卖的贵，我要小卖部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对，其实会是这样了，其实会是这样。来，我们看双方的第三局统帅的比赛，应该是换了2名选手了啊，这里是不太冷跟中道，对。看一下，不太冷是上一次不小心断了一下连胜，对吧？对，但是他的成绩是一直非常好的。是的，然后中道呢，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好像是打浮光的那场表情特别有意思，是吗？是他吗？就是那个。那个就是遇到了10多张牌的那个连弩是吧？哦，公孙渊，就对面是公孙渊嘛？对对对，对。我还是感觉很有趣的，因为那个画面是出现在巨神时刻，对对对，武家的那个场面上。对对对，我现在其实想问的那个666的手势。对对对，啊，我们现在其实想问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那一周没有把不太冷评为 MVP 的话，他的连胜会不会有可能继续下去？是被毒奶了一口吗？我觉得也不算是毒奶吧，但是，就是至少，对吧？他中间还是断了呀，最后，非常的可惜啊，非常的可惜。其实感觉就是 GK 这边的统帅成绩一直也是，完美的在由不太冷同学去扛，对，一个人扛着，对，因为纵观他们的 GK 的胜场，10场比赛当中，有9场都是由不太冷完成的胜利。对的，因为他们一共就获得了10分，有9分都是不太冷同学获得的，只有1分是他的另外一名队友。不要这么聊天得罪人的，你怎么回事儿？
你看都来，你刚才人家有输两局吧？就是太刚才也是哦。人家会怎么想，对不对？啊，你这么指名道姓的点名就说啊 ，GK 的另外的选手就都打不赢比赛，对吧？你让他们情何以堪，简直是太过分了啊！对，简直是太过分了。看看这个，这一局会怎么样啊？现在局势已经很尴尬，对啊。嗯。其实不太能表示说啊，这个比赛是赢是平，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只负责赢两局。啊，然后如果队友能赢两局，他队友能再赢一局的话，我们就能赢就很好啊。如果不能赢一局，我们就平啊。这就是会发生这种奇怪的事情。嗯，所以我其实觉得不太冷同学可能这个比赛之后会成为一个小热门，然后会有其他的俱乐部，有其他的俱乐部要招过去，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嗯，因为其实换俱乐部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的挺多的。甚至于说比如因为每个俱乐部都想就吸收更优秀的选手，对呀，就想吸收大量优秀的选手咱们一起打比赛，对吧？是的。嗯，我们看一下这局的选将吧，他们选太慢了，嗯，逼得我们不得不说两句啊。暖色这边是手拿了韩当啊，没有像我想的可能比如说拿黄忠一类，不过其实思路是差不太多的，就是先拿一个暖色边路比较强劲的武将，然后呢如果有可能的话配合其他武将看会不会做秒杀的动作啊。然后呢我把它规划一下，我觉得暖色如果打的想最凶残大概怎么打呢，就是中间要放一个马岱啊，这个牌中间要放一个马岱，然后边路的话呢是韩当和周仓啊，这样一来周仓对位的那个人八成得死。要这么拼吗？就是如果你想这么打的话，因为你就先拿韩当了嘛，对不对？对对对。你想说我不糟践韩当，那这是一套思路。另一套思路就是说啊，我边上可能比如各大乔，对吧？然后韩当这边做一些事情，大乔这边做一些事情啊。啊，果然没有按照我那么想的去上。没有那个思路，那个思路太拼了，而且没有考虑到断杀的一个问题。还是因为我那个思路应该不太会断杀吧？你有韩当保周仓，周仓还能断杀吗？嗯，但是对面因为有蜀国武将都挺容易断杀的啊。当然，对面甘宁的这个打法确确实实是比较克制这套思路啊，确实比较克制这套思路。这边是无懈了一下，然后公孙渊的牌虽然被拆掉只剩一张，但是因为我韩当待会儿能补三张过去啊。补三张过去，所以效果还行。哎，这边直接拆黄忠的牌了。对的，这是直接开解番。嗯，这应该不会是要秒黄忠吧？我怎么觉得像是秒黄忠这个点还是比较难的。嗯，我个人觉得吧，嗯，黄忠扔丈八这个动作，他可能要后悔啊。但是他觉得说我这牌即使不扔丈八，丈八也可能会被偷走啊。但是丈八对于黄忠来说还真的是一个蛮好的一张牌啊，那扔就扔吧，反正这样的话一顺，然后再被公孙渊那个怀疑拿一张就没牌了。嗯，因为丈八对黄忠来说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就是断杀怎么办的事儿。对的。嗯，这边比较稳妥谨慎的选择弃黑色牌，选择了弃黑色。嗯，对，这样的话留着桃留着闪。嗯，啊，咱们因为他反正也不会去动黄忠嘛，是的，拿着杀也没有用。没错。对，果然这个冷主甘宁一波压制，然后冷边黄忠就没有牌了。嗯，看后面这一波怎么打。哇，这里是直接去九杀了黄忠。嗯啊，那还是比较凶的。嗯，对，他是这么想，他说你黄忠现在没有牌，对不对？嗯，你如果没有牌的话，你摸完了只有两张牌，对不对？我有闪，我兄弟韩当有闪，我大哥司马朗有闪，你随便打，你敞开了歇我。好吗？啊，看是你的板砖硬还是我的头硬？当然还是板砖硬啊，这个是肯定的。对，这个问题不用问啊，大家那个小朋友也不要去尝试，好吧？你也不要说，哎，为什么你今天把自己打的头破血流？因为我今天看直播的时候，洪江老师让我们做实验，说板砖硬还是头硬？嗯，对哈，对吧？这个实验不是我让大家去做的啊。嗯，对，板砖硬还是头硬可以是别人的头呀？哎，对。这个也犯法啊，这个也犯法。对，但是你可以打石头，因为打狗不犯法。哦，对，先问清楚吧，因为最近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可能又有更新啊。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别的一个情况啊。对，
这边李岩的寒冰剑，现在还是这样，我们反正是两张牌、三张牌、五张牌，你杀，你随便，挡不住算我输。对。哦，然后黄忠这里应该是断杀了。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藏着不出，因为我现在保，我现在表示没有办法，但是等到我下回合我就是四张牌，出一张牌就是三张牌，三张牌的话秒你寒刀秒你公孙渊可就都能就都能打中至少，对吧？所以就隐忍一下啊，隐忍一下，因为你想，如果一个两张牌的黄忠，然后自己装了一个简易马和一个，比如说装一个简易马和一个青钢剑，然后过了，那不就更愚蠢？那当然了。对呀、啊，嗯。对啊，这边是都梁，都梁黄忠是给黄忠，看是要怎么打啊？这个牌其实有两种打法，一种是他摸俩试试，万一俩好呢，对不对？但是那俩可能完全没摸着啊，还是选择黄忠，待会儿多摸一个，摸牌就可以多摸一个。但不管怎么打，黄忠最终都是一个四张牌的启动动作，四张牌的黄忠面对一张牌的韩当，两张牌的公孙渊。啊，这都是练功的，这都是能够非常稳妥发动练功的啊！你看，果然是要有个盾、有个刀啊之类的事情。对，然后找司马朗碰个瓷，啊，找司马朗碰个瓷儿。但是司马朗因为牌比较多，所以估计给你的都是垃圾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点是不会去给黄忠闪的，因为一会儿可能要想要靠公孙渊去输出一下。D， 黄忠表示垃圾我也要啊，垃圾我也要。哎，果然公孙渊这边动手了。公孙渊现在动手的话，很可能要把人王盾是不是要处理一下？哇塞，直接处理人王盾，黄忠你死了！对，我直接处理人王盾，黄忠你死了，我还不用掉血。再见，手里的杀这么多。对，再见，朋友，你不要把桃子浪费在一个死人身上了。当然表示你就不给他吃，还得给自己吃嘛，对吧？直接给两桃，那还有一张杀啊！你不要聊这些没有有，不要聊这些有的没的，你已经是个死人了，好吗？啊，不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我来告诉你啊，对吧？这里刚好可以发动一下军兵。是的。韩当还没有行动，看看有没有无懈可击。对，但是甘宁是因为出了名的这个脆弱的冷主，是吧？甘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脆弱冷主。当然了。对。哦，而且这里兵还是天过掉了。对啊，刚才有观众说不是草花 AK，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你那个草花 AK 来了，对吧？对吧？然后这里是给司马朗直接开技能，开技能啊，然后顺便这个自己顺便发动一下军兵。对的啊。甘宁现在非常难受的，自己没有牌，然后能做的事不多，自己非常脆弱。我们刚才好像没看那个，刚才看黄忠扔那两张是啥了吗？就是司马朗碰瓷儿给的俩是什么？我们没注意看。反正我们知道肯定是没什么用的啊。哦，对对对，肯定是，我是觉得是不会给闪的。对对对啊，肯定是没有用的牌。嗯，这边甘宁还是放心大胆去碰瓷儿啊，放心大胆去碰瓷儿。不过给你的牌一定不是好的，对，就是什么时候去给司马朗牌最赚，就是司马朗没牌没有牌的时候啊，碰着什么是什么，对吧？反正都得拿回来，对对对，又不是司马朗的，对。像这种司马朗牌多的时候，他给你的牌一定是非常差的，对。有点就这个给牌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离魂禅，对吧？离魂成功之后，但是没打死，怎么办？哎，象征性的给俩给仨，然后。啊，后面再说啊，后面再说。对，这边是给公孙渊稍微的回一小口血。冷色方在思考着有没有翻盘的点。我是看不太出来，看不出来，并没有翻盘的点。对，先得秒公孙渊，第一步先秒公孙渊。秒了公孙渊，咱们再往后聊。秒了公孙渊，可能甘宁凉了。真的，这儿太难了。哦，就是直接看牌拿到一口酒。不亏。那会儿司马朗就一个九杀奔向甘宁了呀。对的，不亏啊。他因为他本来是想说你什么都看不见，但是那个难度也比较大。
因为没有红沙，所以面对寒冰剑还是出一个闪比较好。啊、其实不是寒冰剑能出闪，现在也闪一下，嗯，更安全一些。公孙渊回合，这个是两张牌，如果哎就非常好啊，非常好，嗯、对，就颜色不一样嘛。对、嗯，直接是红牌，拿一张手牌之后，然后再借刀借过来。啊，这等于就是两张顺签嘛、嗯，这两张牌就是两张顺签，只不过你能顺的东西比较有限，不是想顺什么顺什么。啊，哎呦，这边再吃一条稳如泰山，哦、然后跟这也太稳了啊！司马朗再继续进兵、嗯，对，也不用说让麻烦司马朗帮他回血了。对对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司马朗这个点还挺有趣，因为韩当和公孙渊都是有能力在自己的回合内主动再弃一点牌的一个武将，对的啊。对，就是韩当这边，我无论如何，比如我不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了，我发个宫崎，然后、嗯、单扔一张牌，然后为了发骏兵也值得、嗯、啊，这件事情也值得做。对的，因为有司马朗在，你不用担心你会空城的问题。对的，嗯，而且现在司马朗手里面保守估计还藏着一九杀呢，当然也有可能九已经分出去了啊，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嗯、这个九不一定分出去了，嗯，因为双边现在都是一个满的状态。这边拆只能拆手牌了呀、嗯、对吧，你、嗯、再次碰瓷儿，再次碰瓷司马朗，这肯定不能把酒给人家呀、嗯、但是那张也不能给那张水桃啊，那就都一样呗。是的，我们看司马朗有没有九杀，嗯，要不要选择九杀啊？哦，顺手直接顺手牵羊、嗯、对，哦，那把九分出去了，九应该是分出去了，也有可能没有杀了。对，不关键了，这个局打到现在想输、我觉得暖色的优势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对、嗯、那这样来的话 GC 再一次的想输就拔网线吧。对、嗯、再一次拿到了三分啊，拿到三分。但是呢我们叫还有一个继续可以关注的点，就是 GC 能不能够在、嗯、第四局也拿下，因为我们目前为止只有一支队啊 Casper 一支队在统帅项目上打了一个4-0、嗯、对，就是 Casper 对无双的时候，在今天在本周一啊，本轮次的第一场比赛 ，Casper 对无双的时候 ，Casper 4-0。他对 Wake Up，Casper 对 Wake Up 比赛。啊，对 Wake Up 啊！我老把 Wake Up 看成无双啊。那我们下次就把这个 WU 打成 Wake Up、嗯。但是它长，这表搁不下。嗯。我想怎么办吧？对，我因为就是 Wake Up， 它主要是 WU 之后无是无，这个拼音拼出来是无啊，所以老容易看错，非常抱歉啊。那你就写个 Up 好了。哎，倒有，这倒有是，对吧？嗯，写一个 VP， 写 WP，WP， 哎 ，WP 可以的，WP 可以的，正好是首字母跟尾字母嘛，嗯嗯嗯、可以，对吧、嗯？啊，正好是这样啊，首字母跟尾字母，对，啊，是 Wake Up， 是 Wake Up 啊，然后打一个4-0，这是所有比赛，所有全部组别打完之后，只有一次4-0，对的，所以统帅项目只有一个4-0，对啊，而且呢，他们自从拿这4-0之后，转身就是一个8-0，嗯，对的，在。Casper 对 Wake Up 的时候，在4v4项目也是打了一个4-0。是的，是的啊，就主要是因为就是有观众还是主要是因为这个 Wake Up 它简写是 W 和 U， 然后就这两个东西搁在一起的时候，你的下意识、你的潜意识里面，它会告诉你这个丁点无。对对，它主要是它告诉你丁点无之后，嗯，然后你自然。如果我们不是学的拼音，那就不会了啊。对，因为这个脑子它同时是在思考好多事情，我还组织后面的语言呢。我有时候也把这个当成那个无双，无双对吧？啊，所以无双里面老莫名其妙的背锅啊，老背了好几次锅。对，嗯、关键是好事的时候老轮不上无双、嗯、啊，老是 Wake Up 这边犯包的时候，然后是啊，我们会提到无双，对对对、嗯、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嗯、啊。那无双这次表现也不错，无双在本周呢是目前是已经5-3、嗯、啊，领先塞文图斯，而且考虑到无双二非常强和那个塞文图斯二非常弱，非常弱、嗯、啊，就是强弱大概是一什么样的差距呢？就是无双的22的那个小分是塞文图斯的6倍，对的，六倍、嗯、啊，六倍的话，那对吧？就是比如踢这个分数已经非常夸张了。对对对啊，你比如踢足球的话，你说、嗯、啊，我们这个本赛季我们球队啊进了20个球，嗯，然后他们只进了3球，我们怕他们吗？我们不可能怕他们啊，不可能怕，嗯、对吧？啊，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最后一局比赛吧。是的、嗯、啊。有观众问现在战况啊，现在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2018 SCL 春季赛的比赛直播，这是第6轮的最后一场，统帅和44项目的比赛，对阵双方分别是 GC 和 GK， 对对对啊 ，GK 和 GC，、嗯、然后 T
现在您看那场比赛是统帅最后一场，前三场比赛 GC 啊分别都取得了胜利啊，都取得胜利，所以现在是一个3-0领先的局势。然后打完统帅项目之后，大家也不用着急走开，一会儿会有我们的4v4的比赛。啊，会有4v4的比赛。琼剧同学还是比较哎，你看就是一个队伍里面有一个女选手会比较贴心，对吧？对对对、啊、就会帮他们加油什么的。对对对，那别的俱乐部来打比赛的时候就很少有小姐姐过来加油助威，没错，对吧？而且呢你们这个女选手如果这个对吧，平常直播间比较活跃，三观也比较正，然后还能当上房管的话啊，有别的这个别人抹黑你们俱乐部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把它给禁言掉。当然更好的方案是自己争口气，然后打成绩好一些，对吧？你看怎么没有人去黑 Casper 对吗？因为他没法黑，对吧？嗯啊，黑不动啊，黑不动，对。我看一下双方这一局的选将，赶紧选呀、啊！我想把这段时间混过去，对吧？每次选将的时候很纠结啊，就稍微聊两句吧，稍微聊两句吧，好吧？我觉得其实看直播这么久，大家应该心里都有底了。我这边选将就是不太灵啊，对。暖三方还是依然守的法正，然后这边可以拿的将呢，包括公孙渊、曹仁、韩当和黄忠啊，这是基本上第一个层面上可以考虑去拿取的将，对。但是冷色方。在放给对方法正、黄忠、韩当的时候，我觉得大乔是不是考虑要，大乔要处理一下啊，要处理一下的，因为这个你这么放给人家之后的话，还是有点凶险啊，有点凶险。对，但是冷主大乔，能不能够有效的限制住敌方的这种组合？冷主大乔第一波还是看一个无懈可击以及判定的一个限制。嗯，是的，我其实好奇的事情是。如果在对位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对位比较理想，通常来说就是，如果比如冷色方上大乔，然后边路呢，比如说啊，公孙渊、孙策，我们随便举一例子，那孙策是我们不想激活的点，公孙渊是我们想激活的点，而公孙渊这个点正好就对上了我的黄忠，而我黄忠配合的又是边上的一个法正，那我可能会产生什么效果？就是黄忠直接当一刀孙策两血，然后法正让黄忠再打一刀，黄忠当一刀又一血，然后法正里面当一刀。啊，你公孙渊可能死了，这个就是对位舒服的情况。但我觉得暖色方不一定会上，法正黄忠了。对，当然也有可能会上啊，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因为法正黄忠的优点是说，你真正想勒住我不方便，你勒我法正吗？那我黄忠这边先动也还行。你勒我黄忠，那我法正可以去从黄忠和我的队友手中去拿牌啊，果然上的法正黄忠，就是去拿牌，然后来做什么事情呢？来解这个勒。但是冷色方还是有点贪，冷色方的大乔就是吓唬你一下，对，啊，虚晃一枪，对，虚晃一枪。但是呢，暖色方表示我不是吓大的，我不会因为你拿大乔我就不上我的法正和黄忠。而且我们刚才解释过了，法正黄忠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害怕大乔，啊，对。这边公孙渊看要怎么拿，我觉得扔黑吧，扔黑有距离，我觉得扔黑吧，扔黑有距离，然后。扔红的话就是一个手九杀，一个是有一张加一码，但是加一码在面对黄忠的时候这匹马根本看不见，没有用的，对。但是考虑到黄忠如果配合法正，可能杀曹仁是不是更舒服一些，对吧？打曹仁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反正曹仁一会儿可能就不敢发动尾溃了。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因为直播间的房管比较多啊，包括奶妈，包括这个悟空，然后包括琼剧啊，这个正好人多的时候多说一句，你们那个没事赶紧研究研究怎么禁言别人啊，听石头说这个禁言好像改版之后不太方便啊，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就真的很复杂，你们需要研究一下，一种可能就是那个他那边智力比较啊，奶妈已经学会了，所以他不会，对吧？啊。哎，你看奶妈已经成功把逃跑禁言了，哎，成功了啊！大家这样吧，把逃跑先放出来，然后大家没事让他练手，都是自己人，估计也不会记仇的，好不好？逃跑又背锅了，好惨，对，都是自己人，应该不会记仇了，对啊！你看，哎，行，你看大家都会呢，那看来还是石头的问题啊，这个要自我检讨一下了，对吧？不应该，你说平时看我的直播，你还能各种东西学不会吗？对不对？我们这明显开发智力的直播呀。我就觉得逃跑太惨了。哇，这边法正第一波什么都没干。黄忠这边是直接打曹仁了，而且曹仁是一个被乐的状态，没有用啊，朋友。
我其实觉得，如果你孙权曹仁二选一乐的话，可能乐孙权比乐曹仁更容易乐中啊，因为孙权这边待会儿六张牌，待会儿摸两张六张牌，六张牌之后的话，掷一下十二张牌，十二张牌找一张过拆，那几乎百分百能找着了，对吧？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六张牌找一张过河拆桥大概什么样的概率呢？六张牌找一张过河拆桥是20%-20.5%，六张牌找一张无懈是23.5%，这加一块大概50%了。然后如果你概率还是蛮大的，对，12张牌的话，那基本上翻一倍啊，就是这张乐，没有找到，哎，他就是点儿不好，对吧？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他其实概率蛮大，但不是百分百，毕竟，嗯，对吧？这个事他只要不是100%的话，他就有可能不会发生啊。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行了。我们其实讲的还是道理啊，道理就是这个概率，就是孙权过牌跟曹仁过牌谁过牌大，当然是孙权过牌多一些，对不对？嗯，你过牌越多，你就越有可能拿到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逻辑啊，就是这个逻辑。对，逻辑上你们能明白就行了。你挑肯定是挑那个概率更那什么的，但是多那什么的可能性，嗯，就是在数据上它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对对对。不过你在运气上就可能不一样了。没错没错啊。我们看这边的一番南蛮入侵，继续的开始旋转。嗯。然后这里是也是跟己方过一下牌，然后把对方的一些输出或者血线打掉。李天九当派存不住，分一些给法正。哇，这边两发南蛮入侵，双南蛮，双南蛮啊！不太冷的牌是非常炸，嗯，看来不太冷，只要不当 MVP 的话，表现还是非常凶残的。曹仁这个点危险了呀。嗯。哦，曹仁选择了出杀，不过过了这么多牌的李天是极有可能有九杀的。嗯，对啊，这个，嗯，很萌不好推。同学说别扯了，还谈概率？那你真是小看我们了。我们直播间跟你聊的就是概率啊，连概率都不知道吗？对不对？概率的逻辑很简单了，就是你每回有两张牌要摸牌，对吧？两张牌你能摸到各种各样的牌，那么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几率，它们凑在一起的话，接近一个百分之百的概念，好吧？这个稍微了解一下，好吗？哎，这儿没有选择去击杀曹仁，而是选择决斗一下公孙渊，然后打了曹仁一血，嗯。对，因为现在这个情况下，他看怎么看怎么觉得公孙渊可能是盘菜，而且待会儿黄忠。如果有机会直接了公孙渊的话，好像也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办法。看这边孙权的回合，国师要法正，是要击杀法正吗？法正现在是一个易血的状态，看起来是这边在，我觉得不可能的，把剑一马给拆了，对，把剑一马直接选择了拆掉。冷色方因为刚才曹仁被乐的那一波啊，所以错过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加上李典这边的两轮 AOE 放出来，嗯，我开始奔着李典过去了。对，嗯，就是稍微算了算，觉得说如果击杀法正，第一难度非常大，第二可能也击杀法正了，可能也赢不了。啊，其实击杀了法正还真有戏，但这种难度比较大一些。那，索性不如所有的火力咱们奔着李典走。嗯嗯，这边是为了贪一个武器啊，就是说把这刀杀出去了，我就不用再留它了。嗯，所谓武器用完不用留，所以呢，先杀然后后制刀，这个也是合理的。但是射手枪被再次无懈掉，黄忠回合，哦，直接火攻曹仁，火攻曹仁，嗯嗯，想把桃子先逼出来，然后再去九杀公孙渊吗？有可能啊。哎呦，失败了。对，哦，出弩了，哦，这个好凶啊！公孙渊可能大概率是要死了呀，对吧？看这边其实是一个，其实要算一下，就是这刀杀曹仁跟杀公孙渊都一样，其实。哎，这叫杀孙权有 A 吗？嗯，他主要觉得杀孙权是一刀两血，他觉得这个事情是确实赚。对啊，但还是给我们一种就是法正这边有 A 的一种错觉啊。嗯，对，因为这种就是从李典开始到黄忠都在做一个均匀，就接近均匀压血的一个动作啊，因为法正这边也有弩。对，就是黄忠把那个弩接过去了。啊，黄忠这边就是反正那边把弩拿过来，然后说我这边杀也挺多的，有七张牌嘛，我杀也比较多啊，所以你这边动完了，我这边接着动，效果也是一样的。嗯，看一下孙权的桃子还是挺多的。哇，打成这个样子，愣没有死啊！嗯，命还真是硬呢。话说这个时候，如果公孙渊有一张 AOE 的话，那还挺厉害的。对的。嗯。哦，他也有弩哇！现在弩这么不值钱吗？弩就这样满天就飘来飘去。那他要把孙权给收了吗？哦，那
不行啊，如果那样的话，拿麒麟弓，然后捅九杀捅法阵，九杀法阵了，对，九杀捅法阵，说这个牌没有别的打法，对，反正是死，对吧？或重如泰山，或轻，算了，捅离点吧，算了，捅法阵吧，算了，捅离点吧，九杀捅离点。不是大哥，咱们既然要击杀，咱就出九杀，你看是不是更稳妥一些？你单杀一刀，这边我救起来了，刚你一下，你是不是很难受啊？他就一定是有闪啊，这场可能是明打，我们不知道这个闪的情况。对，这边到离点的回合，但是不打离点的话，感觉没有机会了呀。对，我是觉得还是在九杀离点好一些。那我觉得九杀离点好一些啊，好一些。淘宝还挺有意思的，不记仇这个人。对，淘宝那个淘宝又出来了啊！你们刚才没有试过练手的，你们拿来练一练好不好？啊，对。嗯，我们已经发现了，就淘宝不记仇啊。对对对啊，这个还能开玩笑呢。对，就是不会这个禁言的观众，好吧？不会禁言的房管，请去拿淘宝练一下手，好吧？对。好，这里是一刀杀伤法阵。暖色方还没有求过桃的，所以也是大概率正常被救起来了，大概率不会有问题啊。对，这是发动力战，看一下，依旧没有无懈，不过孙权这里还是可以发动一下制衡。是的。其实现在冷色方排插上并不吃亏啊，冷色方排插上并不吃亏。看一下，毕竟有公孙渊的一个拿牌，孙权的一个制衡，还有曹仁的一个力战。对，其实，在排插上，不比暖色差，甚至于说是高于暖色啊，就是这种排插是高于暖色的，因为暖色本身法阵黄忠也是更接近一个，突击的一个阵型打法。对，哇了，这边炫惑一下，全都一血。对，说我法阵把黄忠的弩拿过来容易，但是想送回去这个动作可能就。没什么好办法，除非是黄忠里面有截刀或者有其他的方式。不过现在可以开始拿黄忠手里的杀。对，然后、哦、啊，这边关师傅，嗯，关师傅，但是公孙渊手里有一刀，有一个明的酒。对，嗯，那就不把曹仁剁了，对吧？那不就把曹仁剁了？你既然有明酒，把曹仁剁了不也行吗？嗯，对吧？曹仁这张闪如果能活命，这张闪应该是不张了胶的。所以呢，推断出来曹仁是挂了。曹仁挂了之后的话，先看黄忠八张牌打一个公孙渊，但是弩两把弩都两把弩都已经没了，对，都已经掉了。对，于是选择了去杀孙权，说你手里的酒能救你的命，请问你手里的酒能救别人的命吗？答案是不能啊。这边桃园街已经无懈可击。那暖色方就很稳了这一局。对对对、嗯、啊，所以 GC 最终没能够。实现4-0的这个横扫啊，就是可以想象说4-0是件多么难的事情啊。4-0难到什么程度呢？非常非常难，真的。我们到目前为止打了6轮比赛，嗯，啊，6轮比赛，每一轮呢我们是4场，嗯，所以是4×6=24，24场比赛里面只有一次4-0，好吧？那 GC 这边应该是以3-1的比分啊，3-1的比分在统帅项目上领先于 GK， 对，嗯。对，就是只有一次4-0，嗯，啊，唯一的一次，不过还有第7轮呢，对，嗯、到时候可以再看，嗯、是的，啊，到时候有机会给大家可以给大家数数啊，就是平局有多少次，然后3-1有多少次，对吧？嗯、这个数据都是可以，这个数据都是可以统计出来的，嗯，因为我们这张表的话还是非常清晰的，对，啊，看一下，不过公孙渊这个点是真的没有什么机会了，嗯。看一下，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悬念啊，应该是没有太多悬念。这边乐不思蜀解掉、嗯、一张乐反贴回去，哇，这边还是要刷一下黄忠拿牌啊、嗯，对，这个动作有点像，有点可能九杀，对。啊，感觉黄忠是有更多动作要去做的，没有，只是单纯一张杀。一张杀，嗯嗯。不过一会儿法阵宣货的时候，可以拿黄忠的寒冰剑，对，或者拿离点的紫龙剑，这都可以。就反正能有刀去，能有刀去解决这个公孙渊，当然也可以让黄忠出杀啊，这也是另一套思路。
然后到法政这边继续出杀。嗯，应该是要结束了。对，其实刚才黄忠如果有杀的话，黄忠出会更好一些，就是这样的话公孙渊其实即使有闪的话也没法闪避啊，黄忠还是存在一个猎弓效果，因为这个猎弓不像当年的老猎弓，当年老猎弓是只有在回合内有效，在回合外是没有用的，对吧？就是不会说因为你在回合外所以会有猎弓的效果啊。这边是啊，手里那张牌应该是那张名酒，就是名酒没有很久很久以前闪出来的闪现出来那张酒啊，所以法正这个动作呢等于骗了一个加一码下来。对，这个中道是不是断网了？对，我感觉让他，因为他画面也一直在卡住的状态啊，也一直是一个卡住的状态，感觉他断网了。不过他这边翻盘的几率也几乎没有。对，这个大概率我们觉得不是烧绳子啊，不是烧绳子，应该断网了，因为他的画面也没有动了。是的，是谁拔了中道家的网线？对对对吧，就是雪中送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知道，但是火上浇油呢大概就是这样了。应该是对啊。但是因为王战模式下，所以每张锦囊都要等很久啊。嗯，好，行吧，那就画面直接给到我们吧。这局比赛就到此告一段落啊。那最终我们恭喜GC 3-1战胜 GK， 然后不太冷同学呢也是在11场获胜当中承包了其中的10场，哎不对啊，12场获胜当中啊承包了其中的10场，哎也不对啊，是11场获胜中承包了其中的9场，哎不对。十二场获胜当中承包了其中的10场吗？9场吗？不对啊，10场。不太冷是 GK 的呀。哦，不太冷是 GK 的。对对啊对，他们一共就赢了十一场、啊，所以有10场是他赢的。对，11场中的10场啊。好啊，那我们中间的这个统帅比赛结束之后，会大家抽出5个啊。5个三国杀名将传的礼包。对啊，导播这边可以把那个大的二维码再给出来啊，我给大家再稍微说两句，就是这个，如果因为你要领这个礼包，首先你得下这个游戏啊，下这个游戏呢先买苹果手机，买苹果手机呢你得先买不是，就说反正你就最好你有苹果的这个设备啊，就可以去下这个游戏了。然后呢，如果你现在正在就恰巧说正在用你的手机去看直播的话，那你可以就是用手机截屏把这个二维码给截下来。对对对啊，就是非常巨大，我们是非常体贴的，因为我们觉得说如果你用手机看直播，那么那个小小的二维码肯定是满足不了你的，没关系啊，我们有一套解决方案，就是你直接这个把这个大的二维码截下来啊，对，然后就怎么样的就可以了啊，然后下完之后的话呢就可以领到我们的礼包啊，领到我们的礼包。对啊，好，现在抽奖已经开始了啊，抽奖已经开始了。那我们也就把上半段的直播就到此先告一段落，好吧？那大家就慢慢抽奖，抽完之后的话，领奖的话，请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啊，30083486啊，30083486。然后联系，我待会儿写张更好看的这个更好看的纸啊。然后联系管理员奶妈就可以领奖了。对对对啊，我们到时候后续我们这边去做一张那个小图啊，就是说领奖，就比如出现在这个屏幕上方或者哪儿啊，就领奖，请加粉丝群30083486。啊，送上名将的礼包，那就这样。那么接下来还有我们4v4的比赛，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见。好的。